With that, let me introduce our guest today. Mr. Li is the most senior economic policymak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He is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He has a distinguished background, having done a major in economic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having also done the EMBA program there. He has a long history in Guangdong as well. He really knows the province's issues, having served, for example, as mayor of Shantou. And he is here today to speak about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t a time when more rail routes are being built that connect inland China to Europe and the West and to South Asia. Guangdong is still trying to use its ports a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he's going to speak. We've got him on the economics today. We've got speakers on the politics tomorrow.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him speak. And after he speaks, we'll take your questions. He'll take your questions. Thank you.尊敬的凯斯先生、魏斯登先生、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很高兴向各位介绍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关背景和设想。大家知道，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在哈萨克斯坦拿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为了使我们 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方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也是去年的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意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由此而产生。11月，中国共产党18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通过陆海统筹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至此"一路一带"被确定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这一战略体现了中国希望秉承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与沿线国家共叙友谊、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景，体现了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施 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坚定态度。广东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交流最为发达的省份，也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从历史的渊源、对外交流合作的经验、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区位方面来看， 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都具有突出的优势。在实施这一国家战略中，应该积极有为，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中央政府对广东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给予寄予厚望。习近平主席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20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 要求广东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重要作用。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将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新时期贯彻中央的部署、增创广东对外开放新优势的重要举措，全力推进有关的工作。下面我将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当前广东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和今后的合作设想，向各位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一、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最早与中国的先秦时期岭南地区与南海各国已经有经贸往来。
潘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著名的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官员到湛江徐闻，专门管理海上贸易，从徐闻出发的船只经过越南，最远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并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往来东西方的中外海船大多以广州港为起始点。北宋在广州首设四舶司，其后推广到两浙，也就是当时的区域划分呢。北宋时期一个行政区域。 大概是包括浙江的现在浙江的全省和江苏的一部分，当时称两浙。在两浙和福建，设了这个四舶司，统称三路四舶。船舶贸易、税收管理制度已臻于完善。在明清的时期，广州仍然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即使在清朝的 中后期实行海禁，广州也被特许对外一口通商，对外贸易兴昌盛。那么新中国建立之后， 1957年， 新中国每年都在广州举办春秋两季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继承和延续了广东 2000多年通商贸易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外贸的总额一直居中国大陆的首位。所以呢，在上下两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广东以其最长的历史、最多的港口、最广的航线，成为最为璀璨的华章。第二，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优势。广东与沿线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一是经贸合作居于龙头的地位，广东是中国大陆与东盟经贸合作最大的省份。 2013年， 广东与东盟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1022.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7%， 占中国大陆与东盟进出口总额的 23%。 广东是中国大陆与东盟双向投资最多的省份。 2013年， 广东来自东盟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 11.5 亿美元， 占中国大陆吸收东盟资金的 14%。 截至2013年底， 广东累计在东盟投资达到了 25.8 亿美元， 占中国大陆到东盟投资的 9%。 2013年， 广东在东盟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 41.5 亿美元， 占中国大陆 在这个东盟的工程营业额的 19.8%。 二是交通枢纽作用非常突出，广东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与东盟地区的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 2013年， 广州港货物吞吐量达到 4.55 亿吨，居全球的第五位。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为 2329万标准箱，居全球的第三位。 湛江港是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离东盟各国航线最短的区域性枢纽港。粤港澳港口群已经成为全球通过能力最大、水深条件最好的区域性的港口群。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为中心的航空港，通往东盟和南亚各国的航空航线达到100多条，使中国大陆与东盟和 南亚地区相互联系的主要航空枢纽。广东陆地海岸线长达4114公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海洋经济总量2013年达到13,300亿元，连续19年居中国大陆各省的首位。三是社会文化交流较为密切，祖籍广东的华侨 在东盟地区接近2000万人，
占中国大陆在东盟地区华侨总数的二分之一，在人文上相亲相近，广东是中国大陆前往东盟最大的出境游的客源地，也是东盟来中国大陆旅游最大的入境游目的地。2023年，广东出境到东盟的游客达到426.9万人次，来自东盟的游客也达到234.7万人次。东南亚地区是广东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区域之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的语言专业覆盖东南亚的主要语种。济南大学是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重要的高等学府。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都有数量众多的东南亚留学生，并与东南亚东盟有关的高校在学术交流、合作办学等方面密切开展合作。近年来，广东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每年春节期间都会派出文化艺术团体到部分国家开展文化活动，举办广东文化周。粤剧、潮剧、客家山歌在东南亚华人华侨文化圈中广受欢迎。四是对外交流资源丰富，目前广东是外国在中国大陆设立总领事馆最多的省份，有51个国家在广州设立了总领事馆，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除了缅甸和文莱之外，都在广州设立了总领事馆。广东已经与5个沿线国家设立了11对友好省州或者地市。自2008年起，广东与新加坡建立合作理事会机制，与越南、泰国建立了合作协调会机制。自2012年底，广东省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并投入运营的一类口岸有55个，二类口岸有88个，分别占中国大陆的1/5和1/2。这些合作机制和渠道有力地推动广东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也为周边省市加强与有关国家的联系提供了帮助。3、广东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战略构想。根据国家的部署，目前广东正在积极研究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为了确保合作符合沿线国家的发展和需要，我们在前一阶段专门拜访了沿线的国家驻广州的有关的机构，包括领事馆，包括商业机构，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我们还将本着互相尊重、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经过前期的研究，我们初步设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贸易合作的领域。广东与沿线国家已经有一定的贸易合作基础，下一步要扩大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规模，加大市场开拓的力度，扩大进口特色产品，建设贸易促进平台。比如我们将设立境外经贸代表处，已经设立了几个了，现在正在要扩大它的范围，为开展经贸活动提供服务，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为平台，进一步推动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实施广东省进口商品交易中心建设规划，建设一批辐射全省乃至中国大陆的进口商品交易平台。那么更多的这个吸引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商品通过广东这个平台流向中国的内陆地区。二是投资合作领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中之重是走出去。按照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广东企业到沿海、到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投资，推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国经营方面的深度合作。比如在农业领域，我们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沿线国家开展农业综合合作开发，开展热带水果、渔业养殖、
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在制造业领域，结合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推动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到沿线国家设立生产基地、营销网络和区域总部，参与沿线国家公路、港口、能源、市政、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交通设施领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道路连通是关键。 广东将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港口、机场、陆路交通方面的合作，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航空门户，畅通国际陆路通道，面向沿线国家构筑连通内外、便捷高效的海陆空综合大通道。比如，我们将着力提升广州、深圳枢纽机场航线网络通达能力和综合服务保障能力。 构建与沿线国家主要城市4小时航空交通圈，加强互访交流，共建友好港口、临港物流园区和产业园区，连接海上物流通道，形成港口的合作机制，强化战略支撑，共同推进与东盟地区陆路通关便利化，充分发挥粤港澳、西南省份、东盟国家、国际综合物流大通道的作用。 构建无缝衔接和零距离换乘的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的陆路主通道，择机开通广东至东盟等国家的客运班车、货车等车辆运输。四是社会文化交流领域，广东与沿线国家人文相通、历史交往密切，今后将进一步推动科技、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比如要加强。 与各国媒体的战略合作，促进资讯互换、资源共享等常态化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气候变化、重大疾病、公共安全等全球性重大科技领域的联合研究，组织实施现代农业生产、重大疾病预防等技术援助项目，支持中心广州知识城推进教育国际合作。 支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济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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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要争取国家支持，建立广东与沿线国家旅游便利签证的合作机制，方便游客来往，联合沿线国家共同策划开发跨境的丝绸之路主题旅游路线，加强国际邮轮配套设施建设，策划重走丝绸之路的邮轮航线，鼓励广东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旅游投资合作，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目的地。六是海洋经济合作领域，广东海岸线长，海洋经济综合实力也比较强，那么与沿线国家在海洋经济领域有着较大的合作潜力，今后将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渔业、海洋工程装备、海上救助等方面的合作。比如我们合作建设海洋生态观测站、实验站，开展陆源污染物控制监测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海洋湿地与生物海岸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积极促进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开展海上广箱养殖、岸上设施养殖，在良种繁育、养殖生产等环节进行全产业链的合作，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海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高新技术企业组建若干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平台，做好海洋科技成果的展示和推广，推进海洋科技成果的交易和应用。第四部分是关于香港在广东参与二十一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问题。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有着丰富的跨国合作经验、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充裕的国际化人才，是广东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的桥梁。2013年，广东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万亿美元，其中广东对香港的贸易额是2687.8亿美元，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是4033.3亿美元，这两个合计起来呢，就占到广东外贸总额的60%以上。2013年，广东境外投资新增中方协议投资总额是52.4亿美元，其中在香港建设投资平台实施海外投资的达到了36.7亿美元，占广东境外投资总额的68.1%。也就是说，广东对外投资68.1%是通过香港作为平台向海外投的。可见，在广东的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当中，香港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广东根据国家的要求，结合自身的发展，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重大战略。我相信，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广东经香港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投资合作、社会文化交流等将会更为密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优势将更为突出，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将更为广阔。我个人认为，香港呢，起码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国际贸易服务。广东要与沿线国家加大贸易往来，而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资讯非常发达，贸易的渠道畅通，可以帮助广东的企业发现商业机会，寻找合作的伙伴。就像刚才我说的，68%是经过香港的，啊。二是投资金融服务，广东要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而香港作为国际的金融中心，融资成本低，金融服务业发达，可以帮助广东的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寻找投资合作伙伴，啊。三是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广东要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但是对当地的法律、财务制度等很多国际的通行的规则并不是十分的熟悉。而香港呢，是作为一个开放港，它的法律、会计、保险等等专业的服务水平非常高，人才也非常的丰富，通晓国际通行规则，可以帮助广东企业加快了解我们投资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投资的环境，协助广东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落地，降低投资的风险。四是航运服务，广东要拓展海上通道与沿线国家合作，而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在航运经济、航运保险、航运融资、航运咨询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人才。那么这样的话呢，将来我们非常需要依靠香港的帮助，来协助广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国际航线，降低运输的成本，提高运营的效率。总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催生更多的商机，为香港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促进香港的发展和繁荣稳定。我们希望进一步夯实粤港合作，以此作为广东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基础，同时通过粤港合作的桥梁作用，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以上呢，就是关于丝绸之路建设我的简要的介绍。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
Guangdong 省新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这是第一届，将于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东莞市举行。啊，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东莞市举行，这是广东举行的第一届新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广东省新闻办公室将联合外交部驻香港公署，邀请 FCC 组织记者参加采访。我代表广东方，非常的欢迎大家光临。我的演讲，告一段落。下面呢，非常乐意接受各位记者的提问，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speech. If I might ask the first question, you started off by mentioning that President Xi's remarks in Kazakhstan last September. By coincidence, I was in Kazakhstan 2 months earlier, riding in the new freight train service that now goes from Western China to Europe and provides a shortcut. They used to take the goods out by way of Guangdong ports. And in Kunming, you see them building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reight airports. In Kunming, you see som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reight airports being built. Are you talking up the Maritime Silk Road now because you're nervous that improvements in logistics in Western China, in rail and in airports, are reducing, not eliminating, but reducing the advantage that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have had? 非常感谢李主任您。我首先想给您提一个问题。您刚才在您的发言中提到，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扎尔巴耶夫大学做演讲的时候提到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而最近我也从一些报道中得知中国的西部的一些城市正在希望建设直通欧洲的铁路，包括在昆明也有很多也有货运机场正在建设当中。您认为广东在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当中是否也受到以下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就是说中国西部的城市正通过建设铁路以及机场去加强与欧洲以及中亚方面的联系，您认为广东是否害怕广东的传统优势正在被这些西部的城市削弱呢？我认为中国政府构建的一路一带一路就刚才丝绸之路是西部往通过中亚连同欧洲，那么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东部沿海东南部的沿海一直往铺设到这个东盟东南亚，然后从那边再到这个地中海的，再到非洲的北部，这样是这样的是一个格局，这么一个格局。这个格局是中国进一步全面对外开放的一个大的格局。如果讲中国前30多年对外开放，主要是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内陆就是中国的西部对外开放做的是很不够。那么下面一个战略，就刚才说构建一路一带的时候，就中国就将会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开放的格局呢，对这个中国更好的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当中是非常有好处，也会对这个沿线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家本着互利共赢合作发展这样的理念，也会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至于刚才说到这会不会削弱广东的优势，我认为这不会削弱广东的优势，因为广东的经济和西部的经济，广东沿海经济和西部的经济发展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外开放区域重点是不一样的。
当然，广东也会借助于，像这个海上丝绸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的话，也会借助于这个开放，进一步发挥广东的优势。比如说，广东现在，在新疆，我们资源卡什，在卡什建立一个特区，这个特区呢就主要是由广东来支持，广东的一些企业将会在这个特区这个地方进行投资，啊。 那么这些投资生产的产品，就会要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的到欧亚、到这个中亚、到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带路的，往那边也扩大广东对外开放的区域的范围，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西部的对外开放，对广东的优势来讲，不会削弱。 广东可以更多地利用内陆的开放，广东的开放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Thank you for your I believe that China's mentality in building the one economic belt and one maritime Silk Road is a new landscap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one economic belt links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whil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links Guangdong with ASEAN countries all the way along to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and even North Africa.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opening up cities are mainly in coastal cities. However, the inland cities and western cities, they do not engage in enough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oday, the one economic belt and one road polic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will give benefits to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ill bring mutually beneficial results to countri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regard to your question in whether or not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in Western or inland China will undermine the advantage of Guangdong, I believe the answer would be no, becaus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Guangdong and Western cities are different, and we have different target market in terms of opening up. Guangdong will also give a full play to to its own advantage. For example, we established a special region in Kash City i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Guangdong encourages its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this special region, and the products produced by these enterprises could be transported all the way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to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in this way, we can also boost the Guangdong's opening up range. That's therefore, I believe that the opening up of inland cities in China will not undermine Guangdong's advantage, while we can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ank you. With that, I'd like to open the floor to questions. Please identify yourselves and your organization. 现在请大家提问，请大家先也报一下自己所来自的报社或媒体机构。 question in the corner there, please. 喂，你好，我是彭博新闻社记者。就是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才说了，这广东就是愿意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上充当这样排头兵这样一个角色。然后您也说了，广东做了一些举动，六个方面举动，跟这个沿岸国家、沿路国家进行了一些接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几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都是跟中国有 领土的争端在南海问题上，所以我想问一下您，您有没有受到这样一些抵触的这样一些情绪在您的接触中？
然后这个领土的这个纠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谢谢。I'm with Bloomberg.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Guangdong will serve as the vanguard of buildi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Guangdong has already done a lot of work to this construction. However, I realize that several countri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have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China in the area of South China Sea. How do you see that these territorial disputes will affect Guangdong's cooperation with these countries? Thank you. 这个广东与东盟的合作啊，已经是有从历史上讲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那么从广东中国对外开放之后，跟东南亚的合作有30多年的经贸往来和投资的贸易。合作也是很广泛的。那么我刚才说到呢，我们广东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呢，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广东与这个沿线的国家长期贸易、长期友好的合作，以这个为基础，我们要进一步扩大这个各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呢，当然在合作当中，我们是自愿的、互利的。这个合作，广东会提出一些合作领域，但是这个沿线的国家合作对方他是不是同意，愿不愿意合作，那这个要经过大家共同的协商，共同协商。我认为呢，这个贸易合作呢是促进我们各国交往，大家达成更多共识、解决矛盾和纠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海上的一些争端，应该不会对我们的贸易、投资合作造成很大的影响。Guangdong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of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and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share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believe that.Guangdong's participation in buildi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that we have already a sound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road. Therefore, it is in our spirit that our cooperation will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Guangdong will propose some initiatives, but whether or not to accept or participate in these initiatives, it is with the purview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I believe that negoti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reach consensus and resolve disputes.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will not undermine Guangdong's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Thank you. Neil, did you? Okay. Up here, please. Hi, Kathy Holcomb. What kind of traffic do you expect to see between Hong Kong and on the Hong Kong Zhuhai Macau Bridge when it opens in a year or two?And do you have any worries that that might turn out to be a white elephant? You me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dge? Yeah, it's due to open in a year or two, and I'm wondering what kind of traffic he expects to see, i.e. more tourism traffic versus shipping traffic or goods-related traffic and so forth. Okay. 我得知港珠澳大桥应该会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就建设完成。您对于港珠澳大桥对于两岸三地所带来的在旅游业上面、在航运业上面的影响，您有什么期望呢？港珠澳大桥，我是港珠澳大桥三地委员会的主席。那么，港珠澳大桥按原来的建设计划是要在2016年底建成通车。
整个现在建设的情况推进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大桥的建设也有很多技术的难题，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会一个一个的把它解决。I'm actuall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Zhuhai-Macau Bridge. This bridge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at the end of 2016, and up to now,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smooth. However, we do encounter some technological difficulties, but I think that the bridge will be finished as it is scheduled.那么港珠澳大桥的建成之后呢，将会大大的缩短香港到珠江三角洲的西岸的这个时间，大概我算一下，按现在的设计的时速，最多半个小时，香港就可以到达澳门和珠海。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bridge, it will greatly cut short.The travel time from Hong Kong to the we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speed, I think that it will only take half an hour to travel from Hong Kong to Macau. 那么这样，整个的香港到珠江三角洲的西部地区，乃至于到广东的西部地区，现在的交通设施的衔接，我们在以这个。大桥落地这方面，它的高速公路、它的这个轻轨、它的普通的公路，现在都在完善。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ridge, the time for traveling from Hong Kong to the we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or even the west part of Guangdong, will be greatly cut short, and we are now.Planning and also constructing supporting facilities such as expressway and light rail to just link the Hong Kong Macau and Zhuhai Bridge. 那这样的话呢，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旅游中转站，那么它的游客就会很方便的从广珠澳大桥到达我们珠江三角洲的西岸和广东的西部。这样的话呢。缩短时间，提高效率，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游客走这条路线。That's as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hub,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ridge, I believe tourists visiting Hong Kong can easily transfer through this bridge to the west bank on Pearl River Delta and even the west part.Of Guangdong Province, it will cut short the travel time, increase efficiency. I believe more and more tourists will visit Guangdong Province via this bridge. Over here, please. 李主任，你好，我是南华早报的记者。然后我的问题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您怎么看来自两方面的竞争，一个是区域性的，比如说广西、福建甚至海南。这些省份也想建海上丝绸之路，也想发展跟东盟的经贸合作。第二个方面的竞争，也就是说，贸易的运输方式上的竞争。那么有除了空运之外，现在在建设的铁路也就是这方面的发展也很快。尤其是说到这里的话，就是说广东跟广西，广西会不会？您会不会觉得广西的竞争非常的大？因为他们既有海岸线，然后也有铁路，陆路上的距离呢也。就是比起广东也离东盟更近，然后呢，这样就带来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这边会对广西还是广东或者其他省份的资源哪个倾斜会多一些？谢谢。是南华早报吗？不好意思。I'm wi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 would like to ask a question regarding competition in two aspects. Firstly, I heard that a lot of other provinces, including Guangxi, Fujian, and Hainan, they all w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build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seek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That's why, besides of airport transport, they also.Especially Guangxi province has a great advantage in railway and seaport
with ASEAN countries, and it has the shortest route from Guangxi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at leads to my second question. In the build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il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ant more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Guangdong or to Guangxi? Thank you. In buildi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t is our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places hope on provinc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and individual advantages. I believ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s complementary. It is not a zero-sum game to conduct competition over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here are a lot of initiatives put forward by both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to establish economic belt and economic special region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e can give a full play to our own advantages. The question of which province over which province does not exist. We also have a 9+2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mechanism and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over 10 years, and we are now enjoying the benefit of this mechanism. There are, of course, competi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rovinces like Hunan, Guangdong, and Guangxi, and also there are competitions between Guizhou and Yunnan provin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ooperation, we could identify irreplaceable advantages in certain provinces, and throug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t will finally become its unique advantage. And that's what I think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ould work in this w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ve gone over time, but if I may just add in one more question. Is competition among provinces for investment undermining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I know that Guangdong has some of the strictest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but I was just talking to a businessman 2 days ago who said that some of his competitors were moving inland partly because other provinces were offering less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ules. 因为有一些省份他们的环保方面的措要求没有那么严格，那么在两天前我与其中一个商界人士交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把投资更多的投向了内陆的省份，因为在广东这边关于环保方面的措施落实得非常严格，而内陆有些省份以及不那么严格的环保措施作为他的竞争力，吸引更加多的外来投资。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现在像这个全球一样，各个国家都在竞争，那么中国实行市场经济，那么很显然，中国的这个各个省份在也在竞争，中国政府也希望要建立全国的统一市场。 It is true tha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now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China is now implementing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policy. That's why we see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in China. The central authority hopes that we could have a unified market among the whole country, and we can encourage competition to boost economic output. 那么中国很大，各地区的发展也非常不平衡，所以目前的竞争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各个不同层次之间，在这个产业分工当中处于不同的生产的这个链条当中的不同的环节，产业结构的不同水平，在中国的大陆呢实际上是呈一个梯次配备的这样一个格局。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we do have some regional imbalance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s why we can see that competi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especiall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industry chain, is now happening. And as far as I understand, the competition in China is like a ladder-like competition. 那么中国最发达的还是沿海地区，比如广东、江苏、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是最发达的。那么他们沿海地区应该处于这个产业结构的高端。那么这些也是先发达起来的地区。发达的过程当中，当然是这个土地的占用、环境容量的占用都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的开发强度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已经超过30%，那个环境的容量的使用也是强度是比较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广东从调整产业结构来讲，就需要把一些这个占用土地多，这个排放量适当的多一些的。 这样的生产环节需要向一些内地的一些地方来转移。 China has some part
which is developed before the others. For example,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y are now at the relatively high end of our industry chain. Because of their previous development, the land occupation and environment burden are both high for these relatively developed regions. For example, the land development rate in Pearl River Delta is as high as 30%, and the use of environment and also our natural resources is also high. That's wh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made a policy to transfer those industries which occupy a lot of land and discharge a lot of emissions into some parts inland of China. 中国政府历来是高度重视环保的。 要求产业转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达到环境标准。广东省更是要求比较高，比如我们在一些产业转到越东、越西、越北的时候，我们要求一定要进入到工业园区，这工业园区一定要建设比较完善的环保设施，防止污染转移。产业可以转移，但是污染不能转移。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we require enterprises who are now undergo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reach a certain target when they are transferred to other parts of Guangdong or other parts of China. Guangdong is especially demanding in this regard for those enterprises who are being transferred to east, west, or north part of Guangdong. We demand all those enterprises to be relocated into industrial park, and also inside the industrial parks, certa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e are relocating these enterprises,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pollution transfer. 但是呢，会不会中国是政府是要求这样？但是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是很完善，在执法的领域对环保的执法力度不够，也会产生刚才您说的个别的地方政府、个别的企业不按政府的要求、不按法律的要求去。 做一些这个污染的事情，这种情况是会有的。那我们下一步就需要这个实行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法律制度的执法要更加的严格。However, these are only demands rais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gainst provincial governments due to lack of law enforcement, there might be certain local governments or enterprises who cannot complete the task grant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that's why you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imbalance in stringent environment policies. In the next step, we are going to make the law we are going to improve our legal system and also make strict law enforcemen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ll. We'd like to first of all thank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News and Information Departmen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for bringing Mr. Li to Hong Kong today. We'd like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coming. We always like to give our guests something to remember the clock by.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今天广东省发改委以及广东省外宣办能邀请李主任今天到我们来这里做精彩的演讲。We hope you'll wear our FCC tie. 希望您能戴上我们的外国记者会的领带。Thank you all. Hope to see many of you tomorrow.